好，现在为大家讲解一下我们的热拉瓶。首先呢，这里是一个注水口，这下面是溢水口，这是排气口。不管是注水还是排水，都要拔开这个排气口。这里加水呢，外面溢水，下面的溢水呢，滴水了就叫加满了。好，这里呢就是电源开关、总开关，这里是总电源插座。来为大家讲一下刚刚所说的开机，这里就是后面的总开关亮了之后，我们要把钥匙跟这个紧急开关开起来之后，才是真正的开机。这里呢是我们的双极射频，这一边就是单极射频的手柄。好，来为大家讲解一下界面。开机之后就是这个界面，我们要点击这里才能进去真正的界面。这边呢是单极射频，这边是双极射频的快杆，我们要点一下之后才能进去里面操作。先做呢，我们是单极射频的这里。首先调节能量在这里，点亮了这里之后，在这里调上下，这里不能开始，先点这里开始调节，调节完之后我们再点开始。我们最高呢，单极射频是可以调到300瓦的啊，根据客人的一个接受的能量来调节它的高低的一个能量，这个是停留在皮肤上的一个时间，调节以秒来计算的。这里呢是显示我们的射频的一个热度的一个频率，是不用调它的，但是可以清零。好，这个键是热发热的一个开关，这个是制冷的一个开关。两个开关开了之后呢，它是双冷热双出的。这里就是我们的暂停之后返回键。好，返回刚刚的界面呢，就是这个了。点开我们的双极界面，同样的跟单极射频是一样的，这里呢也是要点亮之后才能调节上下调节我们的能量。这里点，好，这里呢也是一个频率的一个显示，这也是清零，这也是时间。好，刚刚所说的单双极是一样的，这里是一个制热的一个开关，如果不点制冷的呢，它只有热的；如果点了制冷没点制热呢，它只有一个冷的。两个一起点才是冷热双出。好，这里还是继续返回，暂停之后再返回。来为大家讲一下单极射频的手柄。单极射频的手柄呢，这里是凸出来的，这个是一个按键啊。首先我们开了这两个，这两个是关了。现在开始之后，这两个同时开始之后就是冷热双出，按这个按键。如果是只要制冷就不要按按键。好，这里一个跟大家说明一下时间的问题，时间20秒，我们设定了20秒，我们就算按了开关也会自动断掉，要重启再按一下这个开关才能开始。这个按键呢我们就可以忽略不计了。先演示一下双极射频的手柄。双极射频手柄呢就是平的，这也是一个按键。好，返回，我们返回到双极射频的按键。返回呢同样的原理，这个是双极射频的热发热的，冷热双出就要按这两个一起冷热双出再按开关。如果我们只要冷的话，热就关掉，只开冷我们就不用按按键了，这就是单发射冷的，时间是一样的，同理的啊，20秒之后它自动断，然后要再按一下开关才开始制热的时候，这个是忽略不计。再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热拉提的一个操作步骤。首先整个热拉提我们整个操作呢是40分钟到50分钟左右。首先呢，先做单极射频的热，先做热的，然后再做冷热双出的，再来做冷的，就按这步骤。再做双极射频，一样的，先做冷的，先做热的，再做冷热双出，再做冷的，分着这三个步骤。好，下面来为大家示范一下我们的操作手法。首先，我们探头放下来之前是不要按的啊。放好贴平之后再按我们的开关，按了会亮，我们就是往上整脸的提升，下来的时候是轻，上去的时候用用力巧劲往上提，这是整脸的一个提升哈。我们这步骤做完了，这个20秒的时间，刚刚所说的有20秒的一个时间，20秒的时间停了之后，这灯就是黑的了，我们又要这手的开关又要重按一次，再走。这秒数时间是任意可以调节的，能量的高低呢是根据客户能接受的能量来调节。
好，这个是整脸提升的第一个步骤。第二个步骤呢，我们就是打圈圈的往上提，要贴平啊，稳点，慢慢打圈圈往上提。下气的时候我们可以快一点，上来的时候是阴力巧劲，慢慢的打圈圈往上提。然后法令纹的位置呢，可以加强多一下法令纹。我们这个是可以整脸都可以操作的，包括眼睛。眼睛的部位呢，我们能量呢就往低一点调，客户能接受的能量低一点调，他能接受呢，我们再慢慢的提升能量。包括唇周，我们都是可以做的，这些地位地方都可以做。这个就是比超声刀的优势好一点的，它是超声刀三角区，我们是不可以操作的，这个是可以整脸都可以操作的。好，根据这两个手法，我们重复再来一个手法，不要同一个位置一直走一直走，我们是拉完这条线再拉第二条线，然后第三条线，这样子慢慢往上走。单击射频讲完了，我们双击射频也是同步的，也是同样的一个手法，贴上去之后再按。刚刚的单击射频呢，我们是从内往外发热，这个呢是从外往内的一个发热，两个原理，我们可以直达到筋膜层、真皮层、表皮层三层，是可以同时穿透叠加效果的。双击射频呢，它有一个注意事项，就是我们的双击射频会比单击射频，因为是从表面穿透到里面的，所以呢它的表皮会更热一点，能量会比单击射频呢更调低一点，我们操作的时候一定比单击射频调的要低一点，同一个客户能接受能量。这是第一个步骤。第二个步骤同样是打圈圈的往上走，法令纹的位置包括眼角鱼尾纹这位置可以多加强一下。我们刚刚示范的是半边脸，同样的这另外半边脸是同样的步骤往上操作，然后现在示范就完毕了。